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娱乐小飞机》。喜欢请点击订阅，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我们的歌史上最大牌没有之一，让李克勤跪拜，周深直呼感动到不能自已。最近热搜上出现的一个久违的名字，真让飘意外又惊喜——林子祥。 意外的是，入行已经四十五年的林子祥，在如今居然还有如此高的讨论度。惊喜的是，他在舞台上依旧那么柔韧有余且迷人。前阵子他现场演唱经典金曲《敢爱敢做》，嗓音依旧粗犷有力，每个高音都饱满有质感。当年在乐坛颇负盛名的腔式唱腔，到今天愈发老辣迷人，听得人热血沸腾，也将全场气氛推至最高点。 有多精彩，连成龙都化身迷弟，激情应援；而与胡夏、杨云晴等后辈的合作，更让广大当代听众感受到了当年乐坛大佬的魔鬼铁肺功。花样年华的我，连上个楼梯都费劲。七十四岁的林子祥唱歌，连换气声都听不到。听着这怀旧的金曲，感慨着当年的群星璀璨，总叫人对当年黄金时代的乐坛分外怀念。而还没过足怀旧瘾的飘。 顺着林子祥，竟发现一档宝藏综艺《我们的歌》第三季，吸引人的点何在？无他，不过海报里这群歌者，不仅有乐坛的前辈新人，也有中生代的歌手，搭建起两代人的桥梁。林子祥和后辈歌手的几个出圈舞台，皆是这部综艺里出来的。但紧抱着听音乐和回忆杀的期待开始追，飘在这节目里发现了不少意外惊喜。话不多说。 今天就来聊聊这档音综。我们为什么爱听老歌金曲？不仅在于那些时代沉淀出的作品拥有悦耳的旋律、优美的词藻，更在于它们本身就积累着时代的印痕以及我们的回忆。美的不仅是歌曲本身，也是其所蕴含的故事和情怀。而最新一组的《我们的歌》的主题恰好就是一首歌一个故事，因此这一舞台上的歌者不仅在呈现音乐。 更是将音乐背后独特的故事、精神以歌声道出。例如杨千嬅选择的是近几年翻红的小破站编辑御用的背景音乐《处处吻》。这首歌背后有个故事：这首歌原本是唱腻了慢板情歌的杨千嬅突发奇想做的一首英伦电子。它节奏快、填词密，难度相当高，是杨千嬅的突破之作。而在我们的歌的舞台上。 对这首歌的新演绎也相当出彩，英伦风电子在歌声下有力的律动，杨千嬅和周兴哲轻巧的踩着节拍歌唱，唱得优雅又迷人。颇有意味的地方在于，这首歌是从未接触过粤语歌的周兴哲从零开始，一个字一个字扣着练出来的，发音虽不算准，演唱过程中看题词器也有些明显，但他小心翼翼的演唱。 却也暗扣了歌曲突破的内核，因而博得一众掌声。而在杨千嬅的解读中，这首隔了十多年才走红的歌曲，还象征着她与听众间的连接。十多年前，他执拗的音乐追求被多年后的听众们感受到，这首歌才终在时间的长河里打磨掉尘土，露出遗珠的耀目本色。这种跨越时空的交流，也让《处处吻》从他的歌真正变成我们的歌。 一首歌的际遇和故事本就有些妙不可言的意味，同样惊喜的还有乐坛老将齐秦，耳顺之年的他不但无丝毫疲态，反倒更加游刃有余，闭眼深情的习惯真一点没变。选曲也有趣，《狼》九十年代齐秦在大陆爆红，成为初代的全民偶像之一。当年响彻大街小巷的《狼来了》宣传语，指的就是这首成名曲，《狼》成为经典。 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表达的一种少年情绪。少年的齐秦曾经经历过一段叛逆时光，浪迹街头，不知何去何从。这段经历被他称为“在狼群的日子”，游荡在成人世界门外，既有不肯顺从的挣扎，又有不被理解的苦闷。这种寂寞迷惘，恰恰是少年人最能感同身受的。原版的《狼》带着一种萧瑟冷寂气息。 又有一种难以压抑的情绪在其中积蓄爆发。这首歌与一代代人产生了最深刻的共鸣，映照了他们的内心情感，因而成为传唱至今的金曲。狼多年的专辑文案，而时隔三十多年后再度唱响这首歌，齐秦又唱出了另一种味道。凶猛的鼓点配合失真的电吉他，电子节拍穿梭在其间，能量更盛。但他愈发宽厚温润的嗓音。 比起孤狼的咆哮，更平添了温度与从容。在他娓娓道来般的歌声里，歌曲的意境也开阔起来。狼并没有被孤独所困，而是在朝着心中的草原不断追寻。其实，狼不仅关于叛逆，也关于叛逆者对正道的回归。多年前，姐姐齐豫送的一把吉他，让年少的齐豫选择迷途知返，也自此进入了音乐的世界。二十多岁的齐秦以狼自比。 表达的不仅是孤傲、寂寞，更是对自我的坚持和希冀。而成为老狼的齐秦，用同样的歌讲了一个更深邃的故事：坚持自我，更要怀着憧憬，步步前行。一首歌若要经久不衰，不仅需要俘获听众的耳膜，更要真正引发思考和共鸣。他内在的灵魂如果不死，便能有历久弥新的魅力。我们的歌让我惊喜的另外一点是。 在回忆杀如此有效的情况下，他并没有一味打怀旧牌，不把金曲当成追忆青春的背景音乐，也不把前辈歌手们当成煽情工具或吉祥物。相反，他尊重他们的艺术追求，坚持让前辈和后辈歌手们一同碰撞。舞台下的互动就已经很有趣。杨千嬅是童心大发，这边和周星哲玩涂鸦。 那边又和一群后辈玩遥控机器人，玩得不亦乐乎，一点前辈该有的架子都没有。更喜感的还有林子祥和迷弟胡夏的组合，胡夏听偶像给自己唱歌的小眼神，妥妥的大型追星成功现场。林子祥的一套老派妆发技巧，也是蜜汁可爱又可笑。但甭管台下多有趣，舞台上的碰撞总是更加精彩。第一期，杨千嬅与胡夏的《偏偏喜欢你》。 陈百强原唱的版本以《梁祝》的旋律作为前奏，以古筝、笛子等民乐器烘托出诗意哀婉的气息，是一首颇具东方气息的忧伤小调。而杨千嬅和胡夏的版本一开始便进行了大胆的创新，用恢宏的管弦乐定下浪漫基调，还加入了高亢的电吉他，再加上两人一幽婉一温厚的合唱，反把歌曲中的相思之苦唱出了双向奔赴的味道。 在两人隔空对唱的情境里，歌词也更加应景。唱到“偏偏痴心想见你”的时候，杨千嬅笑着用手指了一下见不到面的胡夏，突然有了种看爱情主题音乐剧的感觉。一首多年前的金曲，在他们的演绎里被赋予了新的故事。而不得不提的是，还有林子祥与胡夏的两次合作。第一首是《数字人生》，这首音域要求极高、节奏飞快的歌。 本就是乐坛魔王级的曲目，更困难的地方还在于歌词。八十年代时，林子祥受到科幻电影《电脑狂想曲》的启发，想要做一首数字技术概念的歌曲，于是填词人潘元良选择用数字来作词，但也不是乱填，而是依据粤语中数字的声调来添合韵律，是中国传统音乐中一字型腔的手法。 传统和先锋气质兼备的数字人生由此应运而生，而林子祥与胡夏合作的新版效果出奇的精彩。开场以巴赫的大提琴曲引入，带来一种深沉版的庄重气息，但很快呼啸而来的摇滚激浪压,压过了典雅的独奏，将现场变得无比燥热。那些纷飞的数字不断的从林子祥和胡夏口中蹦出，一浪高过一浪，让人应接不暇。